家己也捌听过一挂恁家罗在兴的有缘。听讲恁较早恁家环境袂歹，是第一做米粉批发的，算起来是罗在兴的上游。啊，煞因为罗在兴一拖欠汇款，煞害恁爸爸周转不灵。啊，罗在兴煞趁这个机会，把恁爸爸的公司买起来。啊，恁爸爸才不甘愿去跳水。啊，连你嘛跟伊跳落去，啊，差一点啊，害恁全家拢去变水鬼啊！啊，最后是陈忠信甲恁救起来。假话免讲啦，阮兄弟啊两个人的命是阮当的救来啊，伊就敢若参像阮的老爸共款啊！你即马讲这到底是想要创啥？先甲人剁一刀，再搁替人挺起来，来做温情，来收买人心。这就是陈忠信的做法。你现在想要讲啥？那是我讲你倒会破产，啊，恁爸爸会叫人逼到跳水，这拢是陈忠信设计的。啊，恁倒会家破人亡，这一刀嘛是一刀的。啊，恁若叫救起来，这空嘴，迄嘛是一天的。恁两个人是不是会当较亲切的？是不是会当卖家己当作爸爸同款？你家己看，这是啥？你阿母叫做郭素桃，对不？你哪会知影？你哪有这个物件？陈忠信以前是开地下交警的，啊，你妈妈常常去遐跋筊，欠一大堆的缴械，啊，你到哪团拢无法度报。后来你妈妈就走路啊，啊，你爸爸唔只会惊全部。我妈袂晓跋筊，根本无这款代志啊！伊最后也是帮恁爸仔囝做伊走啊！啊，这款的妈妈，啊，你竟然无去想，到底伊是出啥物问题？恁两个人真正有够单纯，我陈忠信啊讲几句话，就安尼白条条。尤小水，我唔知影你费尽心机，补写几十年前的相片甲本票是要创啊？而且这物件是真的还是假，还阁唔知影咧。好啦，就准讲，阮妈爱博啦，迄嘛是阮家的代志，甲阮蛋有啥物关系啊？甲陈忠信无关系。欸，恁兄弟啊，真正拢想袂通哦。陈忠信用尽心机要对付罗在兴，甚至过来十年前都安排好调包囡仔的计划。也阁有啦，陈忠信敢无甲罗在兴身躯边一挂朋友，也甲所有厂商拢定条条的，一个一个。多宽头。啊，简单来讲，啊，陈忠信唔那调查过你到底生意往来，伊嘛知影你爸爸真能食，啊，你妈妈真爱跋筊，就甲伊拐来尖叫，互伊愈欠愈多，啊，互人去甲伊讨笑，啊，到尾啊，你妈妈唔再闹跑，啊，刷落来就唔免我讲啊。不可能，你一定是要讲白山，阮当然不可能安尼对待阮。啊，像阮大兄迄当阵，伊对伊家己亲生后生拢遮尔凶啊，伊敢有可能对恁遮尔啊疼惜？上悲哀的是，规个股价拢去扫着红台尾，拢变成陈忠信报仇的牺牲品。结果即嘛，陈忠信、罗在兴，你兄我弟感情是好个。唉，可怜哦，这对牺牲品竟然什么都不知。我不是让你讲混蛋的。等下哦，我也无讲陈忠信安怎，我是替你兄弟啊，感觉足悲哀。好啊啦，我嘛是因为甲陈忠信拍官司，啊调查伊过去，才无意中发现这件代志。啊，
假使我若知影这件代志，啊无讲出来，放在心肝内，嘛足艰苦的。所以我唔才跟你讲。哎呀，要信唔信，我在因啦。反正吼，咱该尽的义务应尽啊。阿姐，恁离开啊。恁家婆需要阮做啥？哦，都参照恁讲的啊，这是领导的代志，我是会当爱恁从啥？要算小偷公道，跟我一点仔关系拢无啊！那是恁老爸在天启林的担心的啊！好啦，恁当离开，我俩阁有代志，我无时间在家跟恁开讲。卖了准恁的，我着相信恁的话。阮兄弟也家己查好清楚，起，咱来走。阿姨，你这招哦，实在够厉害啦！只有等你兄弟啊，去发现搁较侪个代志啊。唔惊好事相持，又惊人生离心。但点是上信任的这两个兄弟啊？一旦也无动心，咱中心就吃啦啦。阿哥，你敢袂感觉足奇怪的？咱拄只才知影妈较早去当的开交警跋筊，欠足一吊痟的。即马当的，就随叫咱过来，敢讲会发现啥？那真正是安尼哦。就代表因心虚啊！稍等一下，咱较听到的，伊若是要趁咱的口风，咱嘴就较白，看输办输啦。只要吼咱拍死唔认，伊嘛无咱的法度啦。等下，你搞安怎？祝你生日快乐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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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陈秋，生日快乐！哎，恁两个是安怎？恁两个这么好胆的人呢，连天崩乱拢唔惊，竟然有一当我惊着。免惊免惊啦，阮只是提早一天想要替陈秋过生日，所以哦，唔才会这么暗，甲恁兄弟仔叫来。哎，我甲恁讲哦，这蛋糕是恁当做的哦，伊甲你上网啊，看影段哦，偷偷地咧学，偷偷地咧做。连那克里姆嘛是伊家己亲手拍，拍到一个手安尼生甲，伊嘛歪歪到三角。因为伊讲哦，这是伊对你的心意。我牵手啊，你那讲袂出话啊？谁呀？恁哥谁啊？哈哈，搞无代志啦，可能是还袂回神啊。啊！阮拄才入来时阵哦，规间厝安尼暗飕飕，阮就是着石头，受过紧张啦。啊，谁知影是恁大家要替哥过生日，一撮情绪哦，当袂怪啦。哎哥，当下甲当娘哦，这个精心安排你的生日，你嘛小表示一下，也无当下当娘夫我就提出替你收惊啊。对啦，当下拄只哦，是我伤过欢喜，煞失神去啦。啊，毕竟哦，从来就唔捌有人咧替阮兄弟啊过生日，啊想袂到你啊阁会记。哎呦，啊过去恁当的哦，伊规头壳拢干呐想要报仇啦，一心一意干呐想要恢复陈家的功名，伊连家己的生日都袂记得，哪有迄个心思会记恁兄弟的生日？啊，不过即马无同款啦哦，即马误会解开啊，啊小雨哦嘛转来陈家。甲恁党的团员，甚至连超越我，嘛拢加入这大家庭啊！这家庭哦，以后一定会愈来愈温暖。是啊，你看恁党啊，
最近常欢喜到嘴角白笑，这个表示哦，伊对最近的生活感觉心满意足。咱蛋糕会当为一个冷冰冰的环境，变作今日一个这么温暖的家。恁两个兄弟是大功臣，其实爸心内哦，是真要紧恁的。是啊，看爸这么认真做蛋糕的模样，就知影爸就重视牵手的哦。哎呀，好啦好啦，我俩一人一句。我听到拢几个人去起起买买啊，只不过是做些蛋糕的，像是我咧做碰饼同款的意思啊。无啥物啦，啊，重点是哦，亲手嘛不一定介意食，啊，反正我买也是做心酸的尔，对不？哎呦，拜托你，你干嘛捡一寡较好听的话来讲哈？哎，好啦好啦，我唔是重点，亲手才是主角，伊欢喜上较重要。哎，亲手。哎，老酒这边烧个大袋啊，快，赶紧喝完。对了对了，喝完了，喝完了。来来来，进来进来。第一个愿望，希望这个厝内底每一个人拢会当平安健康。第二个愿望，当个明仔载个官司会当顺利。哎，这生日愿望真宝贵，唔通浪费在我身躯顶。你应该知影第三个愿望是明仔讲出来哦。好啦，你即马替家己也好好下一下愿嘞，我相信一定会实现嘞。我第三个愿望，就是希望阮国家冤屈会当得到平反。我甲陈影一定会让幕后的凶手得到应该的报应。我绝对袂因为陈忠信，让我过这个生日，就动摇我报复的决心。生日快乐！哎，你小心啊！你先吃一段，去。啊，大家吃，大家吃。陈秋，你的生日在不？有一边啊，咱这位经过一间表店嘛，我看你安尼好，看一下表啊，看把酒给弄，所以说来我就偷偷啊，输掉去买回来。哎，你过看嘛，那酒用盖过，应该是哈。我应该是无买唔对啊！迄当阵你看我目睭一弄，应该就是这个表啊吧？大爷，文哥无收过这个贵重的物件啦，可能是让你惊到啦。你无在看，感动到话拢讲袂出来啊！哥，我替你挂了。我手拉湿啦，我惊个弄垃圾去，人家叫我挂。啊，表买来就是要挂呀，勿紧啦，你做你挂，若是歹去啊，我再去买一个好哩就好啊啦。来来，安心啊挂，你。多谢党诶，我找一天才给伊挂起来啊。看起我对恁兄弟啊，真正是无够好啊。我只是送你一个表尔。你就感动到安尼啊！嗯，你够好意思讲，以后对咱两兄弟啊较有耐心，讲话较温柔的啦。我知啦。好啦，陈秋，你嘛得要笑一下。